非常红的郑小薇，掌声欢迎。对对哦，有吗？你没有鸡蛋了，等你来点补补。来这边啦，这边。哎，鬼仔，鬼仔，今天情况怎样？你还放回去？啊，鬼仔，鬼仔，鬼仔，我要妹妹的注意力。啊，你要我这里啊，我给你啦，两滴给你了。你要不要我三滴全部给你了？啊，有三滴吗？明明就只有一滴。是我们小慧是来这里蛮多次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有来过好几次。来个好几次啊，对，因为我们的书库店每年都有做大乐子啊，对对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有这个机会来到贵宝地。是，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鸡公婆婆跟我们的仔仔都已经来到现场啊，那边保护的朋友哈，他给你开刀，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发财灯哈，是，就是18块，然后我要。3块加3块就21块，就21出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21猴哈。我跟小慧有一个这个很棒的消息要跟大家公布一下。真的、啊？什么消息？讲什么消息？讲，我们毕业了！耶、yeah, ！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对，伟伟你要公布，你要结婚了！神经！伟伟你们要公布两个有男朋友了？没有啦。有啦，男朋友小事啦，现在的年轻人男朋友算不了什么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消息是我们大学毕业。哎，我有一个好消息报给你耶。你也有啊？对啊，台上有四位这个漂亮的美女嘛，可是哦，3位都有男朋友，只有你一个没有。你没无，人家你讲你没无男朋友，你没少年比你较多啊，你没几多年的啊。转今天不上班，忙干了，都外边又来啊！没有，据我所知哦，他蛮有 market 的嘞。是没啊？你是 market 是阿不能嘞 market。没有啊，我的 market 很多嘞。我在新加坡还没有 market， 我去泰国啊，过个 market 过个嘴啊。是。今天我去泰国，我行路的时阵，人家蹦逼逼啊。蹦逼逼。你不要这样啦，你去泰国开，你去泰国开一间南侨女子大学。没有没有，真的，我去泰国，我头先。很久以前我们去泰国，我一个去啊，我呀，一个人跟我蹦逼逼啊，哇，我死不欢喜啊。那你的反应是怎样？我一个外头去，我哎，都喊得爸来啊，交杯物件啦，我来啊。我啦，可能你不是我的菜啦，可是可能你是金嘴狼的菜啦，可能他是你男朋友的菜耶。你们不用问。四面后面四个追我很久了，都是你的明星 baby， 都拒绝他们。追你是追你还是追债？你要想清楚哦。好啦，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想出高挂掉啦。哎呦，刚好就送给菜鸟了。开心就好了哦。对，开心最重要啊。他一直偷偷表你嘞，然后你讲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不能笑我开心。免表爱出来表弟啊。我知道你好像就无毛了哦，怎样？伊的面无毛了啊！哎，怎无毛了？伊面无毛还多。啊，你讲啥呢？无啦。讲伊卡毛啦。头毛。卡毛。伊的头壳无啥毛，卡毛真多嘛，无啥啦。你家己头那么少啊？你那啥鬼耶？小慧，你知道卖点点讲这款的，人家看清纯样貌型的。哎，你想到你炒猪脑做咩？卡毛啦。你真正家你真正没了什么了你真正了真正了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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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